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相声行里有规矩，还请不能收徒弟，不能以相声为业，自古无人能逾越。理由其实很简单，没有进入相声圈，相声行里讲师承，没有拜师咋会行。自娱自乐去玩票，讲讲段子逗逗笑，一旦以相声为生，没有师承咋会中，抢了别人的饭碗，相声同行都要管。相声门规很森严，没有师承不管谈。家有规行有道，没有规矩要乱套，跟着师傅学手艺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看似太不近人情，维护行业的繁荣，维护行业的利益，行业规矩要牢记。新国家大改变，百花争鸣百家现，新社会变化大，门户观念被淡化，还请不再受排挤，不受歧视看不起，传统行业来推动，起到很大的作用。相声行里门规严，没有师承非常难，却有这样一个人，傲然鹤立于鸡群，他的名字叫杨毅，追思会上发脾气，侯耀文的追思会慷慨陈词对各位。56岁的杨毅无门还请收徒弟，开创相声界先例，主持教会即心理，没有门派和师承，也盼相声能繁荣，传道解惑和授业，相声开枝和散叶。2017那一年，杨毅来到了西安，手下横直徐志航，今后将会更加忙。横直父亲横小珍，相声台风非常稳，说学都唱啥都会，也是一个老前辈。横直能耐欠大磨，表演不是太灵活，参加相声类竞赛草草收场被淘汰，如今拜师为杨毅，相声提升好机遇，有了老师来栽培，相声提升好机会。杨毅已经花家年，很有舞台的经验，20多年说相声，独树一帜的台风，表演风格很迥异，也被观众记心里。只要徒弟用心学，将来一定出人杰。杨毅无门的海清，不被行规束缚中，年近花甲的杨毅打开山门收徒弟，为了相声的腾飞，打破相声界行规，开山创派杨家人，相声行里又一门那个又一门。作为保留拜拜和出轨，陈毅翻旋不退圈，同心工作是员工，集体辞职，王兴翻红，啥都在对。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翻页作品都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堂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打呼狗血，谢谢谢谢。